大戏。嗯，他是柔和唱念做打。唱念做打，唱是指唱功，做是指做功，即身体表演，练是练台词，打是指武打。为什么你们这么厉害的都懂？你们懂吗？好，粤剧对年轻一族而言是属于老人家看的戏。纵观如今的马来西亚，再也看不到上世纪中旬时社区的民众在夜间聚集在大操场上观赏传统戏剧的盛况。近年来，除了在一些庙会或在神诞，粤剧几乎绝迹于大马人的生活。中华女校今年的庙会表演项目多了一处广东大戏，可勾起了在座长辈的许多回忆，也让从未看过传统戏剧的同学们大开眼界。